纽约东部时间早上7点，我们5点多落地了纽约，在飞机上我睡了2个多小时，然后剪了上一支 vlog， 然后现在打算把这支 vlog 发出来啦，看一看。早起的鸟儿们都在工作，然后我大概工作到8点多，去洗个澡化个妆，10点左右出发去看这一次的第一场秀。好了，那我就先不跟大家说了，我要先抓紧剪 vlog 了。今天下午有两个 fitting， 一个是安娜苏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好像是 CH。 嗯，好，没问题。想哭。嗓音不错。全世界都想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，然后我已经化完妆，现在准备出发去秀场啦。我现在觉得活力满满呢。我的刺都找到了。我们来之前看纽约这边会一直下雨，没想到今天赶上了一个艳阳天，然后今天艳阳天好多，没想到今天赶上了晴空万里，然后那你自己给我想一个，我就问你，没想到今天的天空碧蓝如洗。好，我不说了。没想到今天就是赶上了一个大晴天，然后我们今天看完秀之后呢，下午会去3个品牌 fitting， 结束了之后就没什么事了啊，所以今天我估计我会睡很久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秀场见吧。不行，太粗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秀场见吧。好像有点粗。行，那我们就秀场见吧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已经到 Kate Spade 秀场了，然后我穿了他们这个豹纹的连衣裙和这个很复古的包包。那我们现在要出发啦。现在要去吃川菜喽。嗯，我们刚刚本来打算吃一个纽约比较网红的一家川菜店，好像叫什么川山甲，就没想到大中午的还要排队1个小时。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发掘了一家米线店，就感觉还挺不错的，然后就点了3个米线，现在在等米线上桌啦。感觉现在挺精神的，完全不像一晚上没怎么睡的。我们以后到酒店就困了。嗨 ，Vivian。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个这样的店？嗨，我们不能在一个分型的地方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好吃吗？嗯。穿着豹纹吃米线。刚吃完午饭，然后回去换了个衣服，一个比较舒服的衣服。现在要开始今天的第一个 fitting 喽。这个品牌是一个纽约的品牌，我一开始了解这个品牌其实是从他的婚纱开始的，我还没有穿过他们的时装，也不知道他们的衣服会是什么样的，我还挺期待的。试装完了那个 CH 的衣服了，然后我选了一套那种还蛮夸张的波点的套装，后天，哎，大后天，反正秀场的时候会穿，我还挺期待的，就跟我平时的风格可能不太一样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的安娜苏，然后要去进行第二场试装啦。刚刚的安娜苏没有选成功，
不过我们在安娜苏的 fitting room 见到了孙菲菲本人。现在我们要去最后一个品牌的 fitting 了，然后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澳洲品牌，就是比较度假风格的。不知道能选到什么好看的衣服呢？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。哇，这个 view 太好了吧！给你拍照了吗？嗯，可能是被我的美貌惊到了吧。今天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怎么这么恶心啊？走吧。